吉列尔梅停下来，在禁区右路，再横传到后点，有机会啊！球进了，这边是叶楚贵，漂亮漂亮，这是一次地面渗透进攻，完全的是从右路，然后过渡到中路，连接到后点，这是粤派足球的一个特点。没错，而且重点一定是要称赞一下，这两名球员，一个是传，一个是射，主要我们看到吉列尔梅接到传球，其实稍微有点够着球。 但是呢，摇摇摆摆，还是把球给到了，一个小弧线送进去，后点方向关键是叶楚贵并没有放弃对这个球的追赶，对，最后在后点把球直接推射入网，后点位置邓涵文的防守，我觉得他没有想到说能够给到他身后这样的一个区域，是，所以当给过来的时候，他再转身已经来不及了，叶楚贵这边已经马上跟上，球传的是一个虽然不快，但是线路有点诡异，没错，还带着旋转，所以这个落点让刘殿座以及。